随着新势力的崛起， MPV 这种奶爸级产品也逐渐成为了高端化的象征，动辄50多万。
自带如此强悍的产品力非常难得，超高的安全性足以表明风系游艇在用料方面非常良心。宽敞的大空间、豪华的内饰氛围以及较高的智能化配置，相比同级对手的确要显得厚道很多。这样的车型怎能不受消费者追捧呢？喜欢的请点赞关注，不服的咱评论区见。